增强，我们来听气象署的最新说明。提醒大家，今天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的降雨越晚越明显。另外，花东地区、恒春半岛绿岛蓝雨，西部沿海空旷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今天的强阵风也会越来越明显。小犬台风目前还是个中度台风，七级风，暴风半径还是250公里。它过去移动速度比较慢，早上8点来到了鹅銮鼻东方大约29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预估它的暴风圈即将接触到我们的花东地区，即将接触到。而目前发布海上警报区域是台湾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台湾海峡以及东沙岛海面。陆上警报区域则是宜兰以南的地区、南投以及新竹以南的地区。在晚一点的时候，澎湖也可能会进入到陆上警报区域之内。至于未来的预测，虽然过去小犬台风它的移动的路径稍微有不规则，但是我们预估未来仍然是以偏西的方向移动，而在星期四的时候已通过台东南端陆地到巴士海峡的几率最高。今天直到星期五依旧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啊，然后今天明天两天对我们的影响最为的明显。还是要提醒大家，从昨天开始我们就提醒会有长浪的现象，到目前为止台东浮标、兰屿浮标、龙洞浮标以及彭佳屿浮标都已经观测到3到4米的长浪现象，而今天在马祖沿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括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依旧会有长浪的情形。明天随台风向西移动，除了东半部的沿海、恒春半岛以外，连中南部的沿海和澎湖、金门沿海也会有长浪的现象。海面上风力已经明显增大，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已经有5米以上的浪高，其他海面也有3到4米左右的浪高。提醒大家，随着台风接近，各海面的风浪只会越来越强，尤其离台风中心比较近的绿岛、兰屿、台东和恒春还会有7米以上的浪高。至于风力，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小犬台风它的环流其实并不小，再加上目前的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地形的影响，除了在台风比较接近花东地区这些以外，受到地形影响的西部沿海地区和海峡上面的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明显的强阵风。目前为止所观测到强风现象，兰屿11级、澎湖9级、桃园的新屋、花莲、台东的成功有8级强阵风，其他普遍也有7级强阵风。我们预估随着台风逐渐靠近，今天上午的时候，绿岛、兰屿和澎湖依旧维持这样的强阵风，可是从西部沿海的桃园到云林，以及离台风未来方向比较接近的台东和恒春，强阵风会增强到8到9级。随着台风再靠近，今天中午到傍晚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离台风首当其冲的绿岛、兰屿的风力更明显增强，平均风力增强到13到14级，最大阵风增强到16到17级。另外就是台东以及恒春，他们的风力阵风也会增强到10到11级。再来西部沿海台南以南的区域，还有花莲，它的强阵风也会增强到8到9级。好了，在接近我们的时候，今天晚上到今天深夜这段时间，绿岛、兰屿的风持续，其他各地的风持续，可是可以看到台东以及恒春它的平均风会增强到9到10级，最大阵风会增强到12到13级。而明天台风更为靠近，尤其台风中心的位置的地方要特别的留意，风力还会再为增强。至于在天气方面，由于台风它的移动速度在过去稍微减慢一些，所以从雷达回波上，首先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小犬台风，而它的外围云系甚至它本身的云系环流已经渐渐带来降雨活泼。昨天晚上到现在为止，北部、东北部渐渐断断续续下着雨，大概是10几毫米的雨量在下。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降雨活泼持续进来，所以今天北部、东北部的降雨会持续。再来，我们也看，再来看看花东地区逐渐的有
云系已经移近，所以花东地区渐渐开始有下雨的现象，到下午和晚上降雨会越来明显。再来就是等台风逐渐靠近以后，南部地区的降雨就会比较晚喽，预估今天晚上或明天清晨渐渐开始有下雨的现象。至于外岛的澎湖啊、马祖甚至中部山区，在今天白天断断续续开始下雨。那就以所看的降雨预报，这是今天早上八点到今天晚上八点，今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明天早上八点到明天晚上八点，我们可以看到雨型的变化。气象局目前发布豪雨特报，提醒大家今天在基隆北海岸地区、宜兰地区、还有新北地区以及台北山区、桃园山区会下局部性的大雨，其中在新北的山区以及宜兰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而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说花东的降雨会越来越明显。今天晚上开始，花东地区包括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屏东的山区也可能出现大雨或局部性的豪雨。之后我们看到的降雨形态，也就是随着台风越来越靠近，我们所发布豪雨特报区域会越来越多，所下的雨有些地方像东半部及恒春半岛就可能到达大豪雨以上的等级降雨。这分别是在台风影响这两天情况之下所出现的天气预报，要提醒大家多多的留意，尤其是台风中心可能会接近的区域要更防强风豪雨。而在前个台风因为已经对花东山区、南部山区带来明显降雨以及伤害，未来这雨还会持续下的情况之下，要提醒大家也最好不要前往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可能会有落石、塌方、土石流的危险。那再来我们提醒大家，沿海的强阵风、长浪、海面风力明显增大，请大家最好不要从事海面或海边的作业或活动，那各地的风和雨都会很明显，请大家多多留意。啊，这段时间是否在大潮，提醒在花莲以南低洼地区的朋友以及西南部沿海低洼地区的朋友小心有海水倒灌或积淹水的危险。以上是今天这一节的台风动态说明。